没睡着。是你把我吵醒了。轩哥，等一下。忙着呢。看够了吗？啊，不是，那继续忙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只能跟我一个男人过江啊。大男子主义，家，控制欲强。你这样一点都不可爱。这里是公司啊。可是已经下班了呀。现在下班了。是太阳指引的方向，你在的地方会瞬间变晴朗。是那天你留下的话，它微笑模样像天空晚霞。嘴不舒服啊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到我的歌秀，而这个秀能取得圆满的成功，要非常感谢支持我的所有朋友，还有我的家人们。而我今天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爱人，唐明轩先生。红姐，宝贝。我去给你买点关东煮，缓解一下心情。不想吃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你猜。那你想吃什么？见弟呢？嗯。
哎，逛了这么久，真的是累死了，连一点奖励都没有，难过。干嘛？一点表示都没有。 够了，人很多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莫非小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你将成为我的妻子。从今天以后，我是唐先生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唐太太，老婆，我爱你。 老公，我也很爱你。